居然还在下雨，我们来放几集，放几集。因为有老鼠靠近，鸡鸡饿死了，把巢清理一下。回去再搞点雨水，这是雨水。用了 N 年的平底锅。吃的跟水都放好了，这样他们就出来的时候就会去吃食，不会往外跑了。解放鸡鸡，我滑呀。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吃吧。